近日，有网友爆料，一男子公然在地铁上裸露下体，并猥亵一名女乘客。据了解，该男子正在做不雅动作时，被一旁的另一女子发现，当场现役揭露其行为。随后，众人合力将该男子制服并报警。目前，该男子已被当地警方依法拘留。你没走啊？报警！报警！你冇走啊！你冇走啊！你不要走！啊！报警！叫站务员过嚟，唔该。你做乜嘢？啊！叫站务员过嚟。你唔使叫站务员。